May I ask you a question, 学姐？问你一个问题哦，究竟一年一度的清明节是四月四号、五号还是六号呢 ？You don't know that， 连这个都不知道，还想休假 ？Just kidding， 其实清明跟冬至或春分都一样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它是一个时刻，所以并不会固定在哪一天哦。Oh, I see， 这样我了解了。帮各位观众朋友另外问一下，清明节的英文是不是叫做清明 Festival？这样说也没有错啦，不过一般大家会用 Tomb Sweeping Day， Tomb 是坟墓， Sweeping 是打扫，字面上合起来就是扫墓节的意思，这样说给外国人听也比较容易懂。 OK， 至于清明节的历史意义及背后所代表的精神，在此就不用多说了，节目看下去就知道啦。 Let's get started。过后天气逐渐转暖，又到了草木滋长、百花盛开、虫鸣鸟叫的清明时节。每年这天晨曦刚破晓，千家万户起个大早，带着鲜花香果、三牲贡品、手套、镰刀等工具，扶老携幼扫墓去。子子孙孙在修整祖先坟墓后摆上祭品，虔诚焚香问候先祖。这幅家族团聚、慎终追远、美丽又温暖的画面，早已是国人对清明的标准图像。今年的四月四号是民族扫墓节，也是俗称的清明节，是我国传统习俗中最重视的节日之一。从古代帝王、诸侯祭祀宗庙的仪式，到春秋时代孔子的墓祭，逐渐普及至一般民众到祖先坟墓祭祀的习俗，已绵延流传有2500多年的历史。国人向来重视孝道，讲求慎终追远，在行动上的具体表现便是祭拜祖先。台湾是一个移民的社会，所以各族群之间他们的习俗不一样，也因为习俗不一样，所以对于这个所谓的扫墓的日期也会有一些分歧啊。一般来讲哈，那个如果是以闽南族群来讲哈，泉州人哈，大部分是在清明啊这个前后，那漳州人是小清明，就是啊农历的三月初三。如果是客家人的话就不一定哈，他们就一般很多都是从过完年之后就开始有那个扫墓的行为。啊，这种行为啊，甚至持续到清明为止哈。除了汉人，居住在台湾美丽宝岛上的原住民们，虽然各个族群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岁时祭仪，像是泰雅族祖灵祭就有敬畏祖先、感恩祈福等意义。不论如何，由于族群融合，尽管原本不同祖籍的人扫墓日期不太相同，但国人对于亲人的感恩之情以及对于土地的依恋，并不会随时代的变迁而减少。各地墓园每到清明节前后，山头尽是扫墓的人群，充分显示国人不忘本的精神。最有名、最壮观的是清明时节桃园新屋的叶吴美宫春祭，每年有近万名叶家子孙从全国及海外各地回到新屋永兴里祭祖，展现慎终追远的优良传统。当然，这两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祭祀规模已缩小许多，但透过往昔画面，可感受叶氏家族庞大的凝聚力。人的生命来自于父母，父母是生命的起点，之后的养育教育的恩情既深且重，所以长大后子女对父母尽孝也是天经地义，因此才会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孝顺父母掌上不仅是物质的奉养，更在于和颜悦色的态度，因为我们和父母间是与生俱来的爱，也是因为有缘才能成为一家人，一家人就应珍惜缘分，常怀感恩。另外，曾子也曾说，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我们谨慎地对待父母的去世，追念久远的祖先，自然会培育出善良醇厚的百姓，社会风气也更加祥和了。
孝道哈、啊，其实最粗浅解释就是说哈、啊，这个我们身体法父哈、啊，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啊，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孝啊。然后其次就是所谓的顺啊，那个要顺从父母的意思啊，顺从父母意愿啊，然后呢要让父母啊感到光荣开心啊，这就是凸显到后来就是所谓的以显父母啊最终的意义的这个孝啊，就是让父母感到觉得光荣啊。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语叫做光宗耀祖的原因就是这样，其实那个就是孝道最大的表现。清明时节我们自然谈慎终追远，谈孝道，但众所周知，在古代农业社会，清明可是24个节气之一呢。根据哈农民历哈来讲哈，我们把那个全年呢哈分为所谓的24个节气啊，这个24节气是根据地球绕行太阳啊这种这个阳光的那个角度来定成24节气，从立春开始。然后接下来就是雨水、惊蛰、春分，然后春分之后的15天就是清明，啊，所以这个清明是第5个节气。为什么叫清明呢？最主要是说，因为每年哈、啊，因为是以黄河地区来讲，到这个时间是啊气清景明，啊气哈、啊、那个空气很清新，啊景物很分明，所以叫清明。啊，后来因为结合到扫墓啊、纪念先祖哈、啊、祭祖这个习俗之后，所以清明就变成个。少数一个有过节气氛的一个节气。跟清明节有关的，大家或许听过上巳节，是在农历3月初3。上巳节是伏羲的日子，也就是春雨日。伏是伏除疾病，清洁身心；羲是修整净身，又有驱除灾厄的意思，也称为小清明。这天也是文人临水饮宴、吟诗作赋的节日。农历的3月初3，然后在古代就是一个休憩节，就是一个沐浴身心的节日。这也是说我们过了一个新的年之后，一个也算是春天一个开始，那让大家能够把自己的身心斋净，然后洁净，吃清淡的食物，然后身心洁净，然后这样也是修心养性的一个很好的节日，是跟一个很好的提醒。而且甚至还有古代还要折柳，折了之后带在身上，那回家会插在门上，就会插柳。延续这插柳的习俗，除了上巳节，大家一定也听过寒食节，也就是不用火煮热食，吃冷食，而且还跟刚刚提到的孝道有关。这又是怎么回事？这要从远古的春秋时期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说起。重耳他曾经一度啊流亡在外啊，然后很惨，然后曾经饥寒交迫。那有一次重耳真的饿到受不了了，他身边有一个人叫介之推，他说：“主公，来来来，享用一下香喷喷的肉吧。”哇，这个重耳好感动啊，吃得好开心呐、啊。然后说：“介之推，谢谢你哦，你让我得以温饱。”哎，介之推，这肉哪来的？就发现介之推的腿上在淌血，在流血。原来介之推是割自己的肉给主公吃啊！哇，从此之后，晋文公对于这个晋文公对于这个介之推哦，非常的感动，好想好好重用他。后来晋文公登基之后，他就要想办法提拔这个介之推，可是没有想到介之推这个人生性不慕荣利，好，所以带着他的妈妈躲到山上去了，好，不肯下来做官。那重耳想说怎么办呢？于是呢，他身边有个人想到一个好方法，说这样啦，我知道介之推哦最孝顺了，所以主公你放火烧山，介之推一定会背着他的妈妈往下跑。哦，重耳他就说好啊，那我就来试试看。结果整座山都烧完了，没想到竟然发现介之推抱着他的老母亲，好被烧死在一棵柳树下。哇，重耳非常非常的难过。此后每一年啊，他都定这一天为寒食节，就这一天是不能用火的，拿来纪念介之推。除此之外哦，重耳还会去这个坟前上香。那他当他又去这座山的时候，哇，发现这座山长出了新的柳树。他这时候做了一个举动，折了一个柳枝围在他的头上，好，以示纪念介之推。所有的群臣也跟着主公这么做。所以后来我们清明节还会有一个习俗，就是会在家家户户插上一条柳枝。故事越讲越有味，民族扫墓节的氛围也越来越浓。我们在祭祖时常见的挂纸也有历史典故哦。
这故事是这样的，还记得刘邦吧？汉高祖刘邦，刘邦后来统一了这样的一个帝国，功成名就。可惜啊，他的父母亲都过世了，所以他很想要到父母亲的这个坟前去凭吊，并且告诉父母自己建功有成。可是没有想到，可能因为战乱还怎么样，他来到这个墓园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他父母的墓了。哇，刘邦很着急啊！这时候他对着老天说：“老天啊，如果父母在天有灵，我现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把这个纸撕碎，撒在空中。好，如果真的父母有灵的话，请让这些纸就飘到那个我父母的坟墓上，就不要再动了。”非常神奇，他就把纸往天空一撒，哇，这个纸都往同一个方向去，然后最后落到某一座墓碑上面。刘邦赶紧过去一看，哎。把上面的土字擦一擦之后，灰尘擦一擦之后，发现还真的是他父母的墓，他终于顺利的可以这样祭拜成功。好，所以后来啊，清明节我们习惯有个习俗，好，就是扫完墓，我们会放几张纸片压在这个石头下面，以示我们又来扫过墓了。又是一年民族扫墓节，作为国人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一。人们在这个气清景明的节气中进行祭之以礼的追远活动，为已逝的亲人祖先庄重地送上自己的思念与敬意。在外地的你回乡祭祖了吗？做一个投笔从戎这个从军报国的这个军人来讲除了要孝敬我们的自己的父母之外我们因为在我们的事业上，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起到保家卫国的责任让觉得父母感到光荣，其实就是一个大孝的一个显现。说到保家卫国，矢志献身军旅的国军官兵们，常常要牺牲与家人团聚的时光，与近身照顾父母之责。他们也是为人子女，将个人之孝化为对国家忠诚的具体实践，是化小爱为大爱的极致展现。为感念国军先烈先贤对国家的忠肝义胆，舍身报国的坚贞志节，中央政府于每年3月29日及9月3日在国民革命忠烈祠举行春祭及秋祭，由总统主祭、副总统及中央政府文武官员陪祭，三军部队代表、彝族代表与祭，场面庄严肃穆，以发扬慎终追远、追念先祖的精神。并表达对为国捐躯烈士的敬悼。在这清明时节，我们没有忘记祖辈先人对国家的诸多贡献。国军官兵弟兄姐妹们会一代传一代承先启后，坚守军人的气节与职责，为维护民众福祉全力以赴，并勇于承担捍卫中华民国、守护台湾民主宪政的责任。已无愧于先圣先贤的牺牲奉献。